如果你老婆知道你在外面做什么事情，还会像现在把你当做天一样尊敬你吗？刚才他的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搞外遇？这样走出去被人看见会很丢脸的。你就一点都不关心你老婆现在的心情吗？你为什么连一句对不起都不跟我说？周一至周五晚间六点，未来综合台大老婆的反击。